南宗灵谷寺中有一方唐代的碑文，称作三绝。三绝指的是李白的诗、胡道子的画和颜真卿的书法。这块石碑的碑文正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著。公元799年，颜真卿出生在一个重视书法艺术的封建书法家家庭，自幼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识字。唐玄宗还有22年，颜真卿考入进士，他官至和进开国公，成为唐朝政府机构中的重要成员。盛唐时期，国力强盛，经济繁荣，对外交流日益频繁，绘画、雕塑、诗歌、书法等艺术方面都有一个长久发展。颜真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空间中，他的书法艺术也有了革新性的发展。他一改魏晋以来以古隶为主、追求韵味的采访特征，以宏大开阔的气象展现了其人品与气质的饱满。他的楷书结体方正，笔画笔缓，明显带有民间书体的特征。他在沿袭古人的基础上，又开创了自身的颜体风格，这为他后期的书法奠定了基础，成为后人的典范。唐代的文化艺术从盛唐到中唐的变化，都深深地影响了颜真卿。他精通多种书艺，又勇于突破旧的传统而出现崭新的面貌，使书法艺术与社会生活更显密切。其中最精彩的书法作品是《祭侄本草》，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二奇书。《祭侄文稿》是颜真卿追记他的种植技能的文章草稿。唐玄宗天宝14年，正当唐王朝都升起之际，北方藩镇军阀安禄山发动叛乱，颜真卿的种植技能被叛军杀害，颜真卿满怀悲痛地选择了祭侄之路。由于他书写时激昂的心情也无法忍受，所以根本顾不上考虑书法的书序带有一丝波折。长期积累的行政书艺毫不拘束地充分发挥出来。这篇文稿的全篇运笔畅达果断，其中分毫变幻的精巧自然并非出于艺术上的专业，但却使得书法形象更显豪迈，成为东晋以来行草书法中的一座里程碑。东晋以来，书法核心在民间酝酿已久，颜真卿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。颜真卿的书法在精神上得到了许多民间奇书者敢于创新的影响，并以其创作实践对群众性的创新成果做了很大的指导，形成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并且影响深远的颜体书法艺术。他从盛唐步入中唐，长期处在政治斗争的涡中，对盛唐社会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书法艺术。颜真卿的早期作品《当政方略》既能反映盛唐的繁荣强盛而又生机的社会风貌，到了中唐，他的书风仍老人弥坚地保持了当地的性格和昂扬的精神风貌。《祭侄文稿》中因悲愤感伤而反复的增删，令整篇文章字面更显绚丽和流畅。颜体行书与颜体楷书为后世书法留下了无限的神韵。